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最近天气开始干燥，亦表示秋天终于来了。今天就教大家整一个简单又滋润的甜品——桂花蛋白炖鲜奶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。完成啦，系咪好简单就整到呢？就即刻试下味道先。炖蛋白嘅奶味非常浓郁，再配上桂花蜜咧，就够晒滋润啦，好适合秋天干燥天气去食。简单三步就整到，大家都不妨试下整呢个咁简单嘅秋天滋润甜品啦。Yoo-hoo！